要别。现在才开始录，我都还正常吗？有啊，正常。电是满格吗？充电。充电符号。那就。那我的呢。看来就正常，就这样。再插一次镜头。啊，可以。它上面开始有结冰，表示它镜头会越来越不单纯，因为它跟环境同化了，一样的。好，可以走。我跟在你后面。好，这现在是慢速大弯线。不要打太大弯啦，挡到别人。小但视线很差，是不是？现在你就低能见度，随时滑嘛。视线很差哎、欸。视线不好，这样就。吓到啊！吓到！有没有看出来很惊慌的样子？有啊，很惊慌啊！吓到，就只能赶快刹车，因为地有点不平啊。啊？对啊，所以就是也会吓到。
猜，刚好猜成是不用绕大圈。因为视线降低，所以很多人会卡在铁道上。啊、哦，他决定解开。哦。你看，好、啊，最后再上去的最后一趟滑下来，真是这样滑的我好紧张哦。哈、啊，你不会吗？而且你应该视力更差吧？我没有。没有。好棒，好棒啊！好。就。哈哈哈，嗯，好，要想办法把脚抬起来，也是一个大工程。哦，好雾哦。哎呀，太雾了吧？擦一下镜头，几乎。还有你的蛮湿的哎。几乎蛮湿的。几乎什么叫几乎蛮湿？确实蛮湿。本来想说几乎没有，但是讲完几乎，你看我停下来就是我看到水滴了。几乎都是水。超不哎。还好啊，而且现在开始变成用松雪花吧。其实这也没有绿线那么简单哎、欸，我觉得。没有，这边简单呐。如果全都有压的话，你现在从头到尾都咻咻咻，你就滑下来。好冷、啊。就是因为是下午啊。路雪乱了。对啊，乱了，又有积起来。其实蛮松的欸，现在。我们把两脚都放好了。对啊，比较舒服啊。还可以。你看，又弹起来了没有？你好像弹起来了呢。什么？好像有呢。第二个吗？第一个没有啊。第一个下面怎么会那么多雪？那就是起来了。我的耶，你看我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的翘起来了。它没有完全合起来。有没有？有了，是硬的啦。好了，算了。我怀疑我后面那个是冰棒，因为我感受不到它在咬，然后我压它，好像很硬啊，好像很硬啊。明天还要带水吗？带了也不会喝，因为怕尿尿。太冷了，暂时其实这样喝水有点不太够。对啊。为什么又动？没有，刚刚过一阵就动。需要大。对啊，还是，好了，最后一趟。这次不是最后一趟吗？还是这次就不要了？我忘了。这次最后一趟吗？这次最后一趟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、啊。还是你还想要？不用了。那我在上面等你。不用。我休息。我相信我的脚也有练到了。就蛮累的啊，而且我觉得我最后一趟因为看不清楚，紧张程度脚是最酸的，我前面都不酸，这趟是最酸的，因为紧张，因为看不清楚啊。嗯，是还好。而且我没有办法想象你眼镜，你要不要去买眼镜啊？大家就去买啊。但我哦，不用，我还好，这种难度我这样也还好。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用很快的速度在滑，大概只有那种横仓等级的我才需要再看得更变速一点。横仓等级是我们为了要有那个速度，但是那种速度之下，那个上下凹很重要，你要身体要能够预先知道说我是不是要弹起来这样。那现在这种速度我觉得没差了，就是身体自然反应就可以滑的。装满了，我也是啊，没画啊，看起来没画啊。还是要速度超过你那个、欸，或者是说你手没有压在上面，那个布料离开一点，就会好一点。像我现在，其实我可以感受得到，我手靠着大腿的地方暖暖的，所以那也表示
会感觉到暖暖的，就表示热量。我这隔热也没有多好。我都没有算清楚这个杆子到底几根。十四号。对啊。会不会看最后一个就知道了？反正我也是忘记看。嗯。来了，车子来了。车子两点来返。嗯，听到。你说，得，没有，没有听到，你有听到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才开始。我刚有听到。你自己看到这个缆车站就觉得，就觉得该。好，这是第十五根。我是觉得过了餐厅再弄掉。差不多啊。对，我们几点上缆车啊？嗯，九点多吗？九点多吧。哦，他也在做单脚，不是单脚。这个是老师吗？蓝色的吗？看起来怪怪的。啊，我脚好痛哦！他在挥什么？救命啊！这不是老师，啊，我的脚又好痛，超级痛。啊，走走走。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等一下，清一下镜头。哦，好。好，那你说吧。是我在聊天了，是反正我们第一组是要做还是那就在上课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拿什么？在第一组的没有了。要准备回家了，开心的心情。准备回家。
累死我了。很吵啊！很吵吗？吵啊！很吵吗？就看得出来还在练习。老大，明天的雪，今天下。这个人今天刚有还在我们前面，走，就是跟一个绿的，我说不是很有的。哎，待会这样子在车子那边这样拖鞋好吗？会弄得车子都湿湿。是就是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车内湿不会让我摔倒吧？就要找中午开到现在的，哦，一定有。热乎乎的，我好冷。上去就变二十，你要点半就是两，不用拿分，二十，然后你刚好可以坐下，下一把。没办法，你都没有我那个脚很痛的感觉啊。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我的小腿很酸。不知道脚怎么很痛，超级痛，今天整天都超级痛。我们赶在这一波之前，有一堆人在那里，后来回来，变粉的，很粉。但是滑的方法不对的话，我觉得比较跳。看雾中有一班同学正站在那里。有啊，有啊，那一个、
站着等老师讲话。血掉在我的，刚刚痛痛痛，有掉在我的雪镜上。他还要先安全帽啊，要先往旁边侧倒，把那个冰敲出来。我看我们那个，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在上面申请的，是更加好。嗯。因为上面温度也低嘛。对啊，包括前倾。全都倒啊倒，就板子架在那架子上，两个人开始倾，反正那里也是在等车。我怎么觉得是冰雹啊？你不觉得这是有重量的吗？你说声音很大。对对对。颗粒也很大，你看我大腿上。对啊，是那种黏在一起的，是下大雨那种。下大雨，但是下到我们之前就被温度太低被冰起来了。冰块外面也包了一层雪的，我满嘴头发，很难过。嗯，不会我把头发弄掉？有可能，是这样长掉的。是是是是，还好，好心也拿了一堆，没有很多，五个、啊。声音变小了，我都只有看到车上来，我都没有看到车下去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好看到一班车子下去了。下满了这个颗粒之后，你看啊，就那么多了。嗯。你也很多哎、欸，你肚子上也很多。对啊，我十月怀胎。我们裤裆间也很多。对啊。就是他才要弄。钻进来去弄了。所以山顶这样也做得蛮久的。怎样？你要进来休息，就得付钱。哦，你是说他跟你说这不是休息手？对，他说你要去。不过啦，山那个广东啦那边，都不会那边也算无料休息手，可是你要爬一下楼梯，也不算，也还好。冷啊！我们照那个速度冲到那个门口。哦。对啊，冷，应该是还好吧。我是说，有人来了想要休息的，是想要暖暖的地方。那就蛮费啊！刚刚没看到我们卖热巧克力。嗯。反正是基本配备吧。嗯。不喝酒的人是要喝什么？哎呀，就已经很冷了，还喝酒，喝了以后更想尿尿。他们喝酒会暖吧？是这样，喝酒喝啤酒不会暖啊。不会吗？喝什么清酒，什么很浓的那种，可能还会暖。但是我觉得喝酒不适合滑雪。而且那种暖是假的，它是让身体放热。那放完之后，你身体还是更热。就是原来可以燃烧的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人家不是那个圣伯纳救雪地救人都带一桶酒，应该是有点用吧？短时间的作用。加速燃烧这样。啊！好，收工哦，感觉好。收工了，收工。两点半、啊。我想回去转一转我的脚，看他怎么了，怎么今天痛成这样。我你没有听过我哀成这样吧？我每一趟都在哀。好了，有棒棒。万一那个高速没棒棒的话，我们就锁在这里练习好了。今天我们需要有棒棒的椅子。嗯？车还在站里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吗？吗？那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下去？
车在站里啊，没有。啊？哎，没有。起来喽。嗯。有一堆水掉到我的身上。水还是雪？雪。有啊，他要发车的声音。我觉得是要发车的声音啊。要出发了。走了。好吧，还有两班。哈哈，好痛啊！你以后过了餐厅再放啊。不是，我就想要感觉一下。现在又还好，现在又还好。这个人就是硬要去滑那个。好了，到楼梯那边。冲到楼梯那边，拿上去啊。平的推过去就到了吧。不用推了，我说速度全都要用去滑梯了。很好吧？对啊。即将抵达下车点。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给刷刷吗？好像也没有哈。他也要给刷刷。没有刷子。没有吧？有吗？我敲钩货啊，觉得他那个冰会卡进去很危险。